的？湘西直江去。啊！哎，慢点跑，小点声，记住爸爸跟你们说的。也看在你爸爸上钩吧，我们来拯救地球。投身义务劳动，尝人生百味。你看人家又乱丢了。喂，喂，就是你不要丢垃圾。怎么又脏了？很小很小的时候，老师把脑袋摔坏了。难道你不帮忙啊？当时我实在太累了。我不用上课，我是老师。你说的啊，今晚我不跟你睡了，你自己睡吧啊。生活不易，细细体味。平复一下。贝贝，你看老师跳了没有啊？时政卫视周六晚21:08，由奶中皇族娃哈哈爱迪生奶酪酸奶冠名播出的《闪亮的爸爸》，专治各种娇生惯养。